有他在，我什么都不怕。所以顾妍希，我喜欢你，我想陪着你，想赖着你，想一直一直和你在一起。流星雨，哇，对不起。顾妍希，你被我吓到了吧？你不会真以为我喜欢你吧？谁让你跟千羽出来玩，你让我在家抄女戒的，我逗你玩呢。你这句道歉我收下了。苏小婉，我突然想起小爱还找我有点事。苏小婉，我先走了，你别跟过了。是流星，哇，真的，小心，好美啊，我还是第一次看见流星。我听说流星是可以实现人们愿望的，只要对着流星许愿，愿望就会成真。真的？当然，我一个西域的朋友告诉我的，特别亮。二少爷，怎么办呢？我刚偷溜出去看了一眼，千羽小姐都回来了，想必大少爷也回来了。可是小姐到底去哪儿了？你先别慌，如果有人来，你就继续装，我再去吵吵。好，是。小婉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。我就是听说今天晚上有流星雨，我本来想求个如意郎君，却忘记有些事挂一个人想是不够的。那说不定有人跟你想的一样，你们俩碰巧许了一样的愿望，只不过你不知道而已。流星雨还没来我就说了，可能是说的太早，所以就被拒绝了。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。嗯。其实我喜欢一个女孩很久很久了，只不过她不喜欢我，所以我也偷偷许了很多次愿望。那她知道吗？你是怕你说出来，她会拒绝你吗？我只是想悄悄地喜欢她，静静地陪着她。说不定哪天星星听见了我的愿望，她就会回头看见我了。那要是等不到呢？你会难过吗？不会。喜欢他本来就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。傻瓜，就算你没有如意郎君，那起码你还有我这个好朋友。如果你还放不下那个心愿，我就再给你找一次流星雨，咱们再许一次愿望。如果你想许一个新的愿望的话，
我也可以陪着你重新开始。谢谢你啊，80年一次的流星雨，我可等不了。你还想看流星雨吗？啊，跟我来。去哪儿啊？带你再找一次流星雨。你在这等我，闭上眼睛从1数到100，我马上就回来。95 96 97 98 99 100。哦，喜欢吗？我希望苏小婉早日发家致富，完成自己的小财迷梦。我希望啊，顾子谦早日成为全天下最厉害的蹴鞠选手，天下无敌手。我希望苏小婉每天没心没肺没烦恼，每天都快快乐乐的。我希望顾子谦早日心想事成，跟喜欢的人在一起。少爷，我真是搞不懂你了。你说我们这都跟一路守一路了，为什么不让苏小姐知道啊？我先回去了，你跟着保护我。刚才还不放心我一个人保护呢，怎么又走了呢？好身手啊！娘，奶奶，奶奶，姨娘，婉儿，子谦，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奶奶，我听说今天有流星雨，就拉着他一块儿去看个星星。奶奶，是我。我一个人去太无聊了，是我拉着他去的。胡闹！奶奶是让婉儿妹妹在家好好学习，怎么做一个大家闺秀，要超女界的。你这个做哥哥的，不好好指导他、帮助他，还带着他出去野，哎，真是让我失望。你给我回去，闭门思过。姨娘，不是子谦哥哥的错，是我非要拉着他一起的。你说的没错，哼，这一个巴掌拍不响，这事儿不能怪子谦一个人。婉儿，你真是让奶奶太失望了，你也回去闭门思过去。